时候不太一样。阿光，你好像已经不怕这个大胡子男人喽？不但不怕，我反而可以利用他减轻我心里的紧张呢。哇哦，好大的进步哦！好了，我看我们快点到队医会场吧。终于开始了，漫长的职业骑士考试。只有三个人能够考上，今年一定要考上。我的目标不只是通过职业骑士考试，而是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考试。六连胜，近藤，近藤居然六连胜。第38局，挑战者们。终于等到了，我一直等不及，想再跟你对弈一次。我告诉你，我昨天还兴奋得睡不着呢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一次我还是要赢你。从开始到现在，你一直都是白星，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，好运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。那要是我今天赢春先生的话，就表示我的连胜不是因为运气好，而是我的实力喽。嗯，你这臭小子，口气越来越大了。预赛的时候下的连棋都不会下，现在变得这么冷静了。才不是呢，我一点都不冷静，每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心情都很紧张。其实我跟你一样。你说什么？你闹我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的举动我终于了解了。预赛的时候你也很紧张吧？你别胡说，我先前还以为这是你故意让我信心动摇的战术呢。故意让你信心动摇的战术？谁这么无聊做那种事啊？你声音大也是天生的吗？金藤早啊。哦，阿福，下次骑摩托车载我好不好，春先生？啊，这小子真的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可恶啊，我才不会输给他呢。金藤变了很多，我记得范岛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。嗯，午餐时间到了，请大家暂停对弈好吗？吃午餐之前的封手，这有什么重要的吗？不管谁下都行啊。可是预赛的时候你不是说要故意停在轮到自己的那一棋吗？现在情况不同，正式比赛花的时间比预赛还要长，所以正式考试时应该要好好的休息才对。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没有强词夺理哦。吵死人了，干什么？这里是大家的休息室，哎，想一个人亲近的话你大可以出去。你看起来很悠闲嘛，反正职业骑士没有考上可以再回去工作岗位。你胡说什么？我现在哪有什么工作岗位可以回去？预赛的时候我的确是向公司请假没错，可是一到正式考试我就不得不辞职了。因为这种考试一考就要持续两个月，要是每个礼拜都跟公司请假的话一定会被炒鱿鱼，你懂不懂啊？哼，反正啊那也不会是什么好公司。你说什么？不管那家公司是好还是坏，一段时间内要请那么多天假，一般公司都不可能答应，所以我才一直都是自由业。一直？今年已经是我第5次参加考试了，
难道你不觉得好像看过我吗？也难怪了，今年是我第一次通过职业骑士考试预赛。你是东京人呢？嗯，我是从长野到这边来参加考试的，光是交通费就得花上将近20000元。星期二当天就得回去，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幸好找到了东京朋友家寄住，呵呵，好省下住宿费。那我更惨，我是住在旅馆里面，住在旅馆真的不太好，整个脑子里面想东想西的。住在朋友那里还可以适时转换一下心情，比起住旅馆，住朋友家还算好的。说来说去，东京的学生心情最轻松最好了，对吧？像你这个年纪还可以上大学，对不对？你的脑筋应该不错吧？随便上个三流大学有什么意义啊？可是还是有人很行哦，我就听过有人一边上一流大学一边通过职业骑士考试，还有人高中的时候就考上职业骑士，一边当职业骑士一边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，最后还是可以考得上一流大学。是啊，有些职业骑士还拥有律师执照，对不对？听起来他们的人生过得真愉快耶。好了好了，别再说了，越说心里越不平衡。不对，反正只要赢就对了，赢就对了，管他脑袋聪不聪明，还不是都一样。不过春先生，我还是要说，你的声音实在是太大声了。啊，就是啊，而且你说的话常常会招来不必要的误会。你说什么？好了，午休的时间已经结束了，请大家开始吧。不管是才能跟境遇，每个人都不尽相同，然而聚集在这里的想法却一样，对围棋的热情跟投入，尽力赢得越多胜利的人就能成为职业棋士。这个世界的竞争规则很简单，这场对弈阿光一定可以赢过这位春先生。结束后，一角月志、河谷同学还有近藤也是啊。哎呦，他们到目前为止都是全胜啊。河谷竟然输了，对手是足利啊。一角，你又赢了。嗯。哎，就算河谷这场比赛输了，也才一败而已。我也还有希望，才输两盘罢了。近藤，他今天也赢了。我跟一角的对弈是在第15场比赛，跟近藤则是在最后一天。怎么样？输了，完全不行啊！啊，明天就是第10场了耶。明天，在第10场比赛之后，明天晚上。他矢亮就要来我家了。那我出门了。月志，根据网络上的资料，到目前为止他保持全胜的成绩，我相信这表示他具备有一定的实力，只是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描述近藤的棋艺。我想知道近藤真正的实力。难道是我多心了？我总有一种感觉，我似乎可以听见近藤从我背后逼近的脚步声。我是塔矢亮。我们正在等你呢，请进啊。请多指教。请多指教什么嘛，他本人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他
很认真在笑。月志，能跟我对弈到这种程度，真不愧是日本棋院院生第一名。不过还是无法达到跟我一样的水准，如果他的程度能跟我一样的话，那样我就可以借由月志跟近藤的对弈更精准判断近藤的程度，看看近藤是不是能跟我一较高下了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让你等这么久。你还好吧？对弈结束之后你马上就进厕所，而且还一直在里面没有出来啊。我没事了啦。可是我真的没事了啦。爷爷你走开了。那就麻烦塔十二段了。这就是塔矢亮的实力，难怪大家都在谈论他。我成为职业棋士之后，他就是我的敌人。虽然你们是请我来下指导棋的，可是我想你应该想跟我来一场真正的对弈，所以没有手下留情。我们要不要再复盘？我知道我收棋的原因在哪里。我在这二手的时候一直想要攻下右边的领地，就是在这里出了错，一旦被切断了活路就死定了，所以这里还是应该要用长才对。是的，你这么说并没有错。在我感觉上你好像有点太在乎领地了，攻击时一定要在优势的情况下。月之跟近藤的对弈是在最后一天，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，应该可以让月之的实力再提高一点才对。这样的话黑棋就没问题了。我这几天看了棋院的网站，职业棋士考试全胜的人总共有三个人，除了你还有一个叫一角的人，还有近藤。近藤今天输了一场。他输了？输给谁？外来的考生。你知道内容吗？我哪知道啊。职业棋士的考试时间很长，也许是他累了，还是自己情绪不稳定，也有可能失常的情况啊。是吗？他输了一局啊。我看你好像很在乎近藤的事情，近藤他怎么了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近藤刚成为院生的时候曾经传过一个谣言，近藤居然说塔矢亮把他视为强劲的对手。后来因为近藤在二组起起伏伏，所以大家都不相信那个谣言。难道那是真的？那么在你看来近藤的棋艺怎么样？他并没有强到需要我在意的程度。我视为对手的人是一角、河谷还有本田他们，除了他们之外，我觉得足利、小宫以及近藤程度都在他们之下吧。我先把话说清楚，我到目前为止可是从来都没输给近藤过。你跟近藤最后一次对弈是在什么时候？三个月之前吧。三个月之前？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这家伙想说什么？你跟近藤的对弈是在最后一天，对不对？在那之前，我一定要尽量锻炼月之，才能让他代替我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这段期间我可以尽量安排时间来这里下指导棋。你的意思是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没办法在对弈时赢近藤吗？不是的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没有办法赢他，只是觉得如果你想以全胜成绩考上的话，那么尽量跟我对弈应该多少对你有点帮助。我知道了。月志，你只是想把我当作衡量的标准，测试出近藤光现在有多少实力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你来训练我，我也能赢他。康介，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在乎近藤？真让人想不透。对不起，我看我今天先告辞好了。什么今天啊，你以后都不用来了。康介，你现在可以瞧不起我没关系，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劲敌，回去吧。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过请你原谅康介的失礼，
如果我们还需要你来指导围棋的话，我会打电话请你帮忙，到时候还请你多多指教。根本没这个必要，我才不需要你。康介，我等你们的电话。哦，康介。近藤，为什么是近藤？他什么时候升上了一组，而且什么时候爬上前几名？就连现在的职业棋士考试也保持着一败的好成绩。阿光的小子，他变了。哦，本田呐，目前还有几组在对弈？只剩下一组了。这样啊，还要花很久的时间吗？那我们先走了。幸好今天也赢了，一直保持在两败的成绩，却还是敌不过前面那几个人。哎，月志跟一角你一样，守住了全胜的记录，河谷和近藤也还是一败。我今年不加把劲的话就不行了，因为我的年纪已经到了棋院院生的上限了。我也差不多，我只比你小一岁而已，好不到哪去。爸妈也告诉我，要是20岁之前还不行的话，就要我考虑放弃职业棋士的路。虽然说30岁之前都可以参加职业棋士考试，可是今年要是没考过，以后恐怕也没什么希望了。那对了，一角，你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近藤吧？就算运气好，近藤也不太可能赢一角你的。现在看来，只要你跟月志要是一直没黑心的话，我就没有希望挤进前三名的位置了。可是这么一来，近藤就能上去了？我想近藤他迟早会一败涂地的。是这样吗？近藤他虽然有过一次失败，还是没什么影响，今天也获胜了。嗯，范导也说近藤他改变了很多，还说只要跟他对弈就会知道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小公输给近藤的时候也说了，他说近藤真的变得很强。哎，算了，也许近藤的实力真的增强了不少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一角，你可千万不能输给近藤哦。当然。明天你终于要跟一角比赛了，可别像舒淇的那天一样，突然又吃坏东西拉肚子喽。只要身体跟精神状态都处于最佳情况的话，阿光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大的胜算。阿光，现在换你下了，左为。注意力不集中的话，可是会输的。嗯，你居然说我会输给你这个小子？到目前为止，有哪一次？你说，我有哪一次输给你呀？啊，少得意忘形了！看我的一刀两断！我才不会让你们怨呢！阿光在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居然还有这一招啊！可恶！你才可恶！你一个人在楼上吵什么吵啊？你觉得近藤的棋艺怎么样？一角今天一定会让近藤盖下第二个黑心。塔矢亮，这就是你要的答案。不要紧张，跟平常一样，冷静下来。对了，阿光，预赛的时候你不是都会在手上盖白心吗？正式比赛的时候你都没有盖。哦，那个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去盖好了。好。阿光，今天要跟你对弈的对手来了。
力王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劫棋吧。劫棋的意思是在某一种形势之下思考怎么样让自己保住活路，或者是提对方的子。现在你们先看一下这盘棋，这叫做黑先白死，意思就是要是黑棋先下的话，白棋就会被提掉的问题。好了，先由小五来下好了。好，下这里好了。提掉的话，提掉的话还是被提掉，很可惜没成功。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吧。我今天一定要赢一角，然后再趁胜追击。我只是在想，是不是连一角你对静腾都有过高的评价。我有信心自己的棋艺绝对胜过阿光。静腾好像下得很辛苦。